三哥，我在新斗罗手游等你哦，是新斗罗。三少巅峰之作《斗罗大陆》第四部《斗罗大陆四：终极斗罗》即将震撼登场，12月14日开启网络连载，12月20日实体书全国上市，《斗罗世界》欢迎回家。阿银，我们就是在这里诀别的。唐昊，你们逃不掉的。把他交给我们，我放你一条生路。想要伤害他，就先从我的尸体上踏过去。永别了，我的爱人。我为他取了个名字。这只人面魔蛛，小三可能承受不住。依然，你在想什么？我在想唐三说的话。送给你。奶奶，您说我要不要使用那什么透骨针？你如果觉得好，用就是了。唐三的孩子天赋很好，是个不可多得的人才，可惜不肯加入我们的家族。不然的话，不出20年，定能带领家族踏上新的台阶。金鳞岂是池中物？不只是唐三，我看那几个孩子，天资都很出色。不过，我怎么从没听说过那史莱克学院？这些都不重要。那几个孩子资质虽好，却和唐三尚有差距。依然，你觉得唐三怎么样？他呀，不过是个老成的小孩。我是问你对他的感觉。爷爷，您不会是要乱点鸳鸯吧？我可比他大3岁。年龄不是问题。爷爷，你怎么？你不愿意？是觉得他相貌太一般了？哼，他本就长得普通。一看就知道不是什么名家子弟，
真不明白，蓝银草那种废武魂，他是怎么修炼的？丫头，你什么时候也以貌取人了？唐三的孩子可不是你说的这么简单，你怎么知道他不是出身名门？你见过能将蓝银草修炼到30级以上的魂师吗？还有他所说的暗器，这些加在一起，足以证明这个孩子的不凡。爷爷，您别生气，以后的事以后再说吧，能不能再见到他还说不准呢。依然，你可得想好啊，机会稍纵即逝。行了，老头子，儿孙自有儿孙福，我们还是先帮依然找一个合适的第三魂环吧。还有那史莱克，回去后得好好打听打听。赵老师，再这样下去，小三恐怕会有危险。我知道，但是此事更不能打断他，一切只能看他的意志力了。小五，你没死啊？你盼着我死吗？这是怎么了？这雾气……小三他怎么了？等等，小五，小三正在吸收第三魂环，不要惊扰到他。第三魂环？怎么会？吸收第三魂环怎么会这样？这是人面魔蛛。小三吸收的是这只人面魔蛛的魂环，他的修为早已超过第三魂环能够承受的极限。你怎么知道？大师说过，第三魂环的极限在1700多年，这只人面魔蛛腿长超过3米，至少是2000年的修为。原来如此，现在去阻止恐怕也来不及了。但愿小三能坚持下来吧。对了，你是怎么逃出太太巨猿魔掌的？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，那只泰坦巨猿抓着我朝森林跑，没跑多远就听到一声牛吼传来，那泰坦巨猿显得很紧张，然后就把我扔一边跑掉了。牛吼？什么牛能让泰坦巨猿紧张？泰坦巨猿临走之前吼了一声把我给震晕了，等我醒来他已经不见了。然后你说巧不巧，我的魂力竟然就突破到30级了。什么？你也已经30级了？哎，你和唐三谁大？我小几个月，当时和我一起被泰坦巨猿震晕的还有几只千年魂兽，刚好有一只适合我的，我就把它给猎杀了。你们说巧不巧？这样也行？我本来以为死定了，没想到死里逃生，吸收完魂环，体力一恢复，我就立刻来找你们了。
我一定会去救你的。哥，你可不能有事啊！都怪我，是我不好，你一定要醒过来啊！放心吧，小三会挺过来的。回过家了吗？你觉得我还有家吗？终归是家人，迟早是要回去的。就算回去，也不会是现在。在没证明自己前，我是不会让那些人看笑话的。小刚，你实在是太犟了，否则你和他之间也不会……闭嘴，不要在我面前提起他，我来这里只有一个目的。哎，好好好，不说他了。你的目的不就是为了唐三吗？前几天赵无极因为唐三被人揍了一顿，我大概猜得到是谁。你知道？你以为小三的武魂真的就只是蓝银草吗？危险已经过去，现在是魂力转化的过程。唐三这小子不愧是奇迹的创造者，2000年的人面魔蛛魂环都让他顶住了。该是龙蛇夫妇应该庆幸，他们孙女没有吸收这个魂环，否则此刻恐怕已经爆体而亡。力量刚刚提升，魂力时空外溢了。啊，老师，盛世常见，别担心。这不应该啊。哥，这不是人面魔蛛的蜘蛛腿吗？这个情况我也是第一次见到。快看，赵老师，小三他怎么了？小三该不会要变成一只大蜘蛛吧？不可能的，小三怎么会变成蜘蛛？一定是他吸收魂环时产生了某种变异，他不会有事的。赵老师，我们现在怎么办？现在或许只能等待吧。小母，不要，不要离开我，小母，
不要，不要离开我。外门弟子永世不得进入内门，唐门秘籍永不外传。外门就是外门，只配做些垃圾货色。区区外门弟子，竟敢偷窥内门修炼，给我教训他！你！外门之术，唐僧竟已掌握娴熟，染之海无涯，学无止境。求长老传授内门功夫，准许唐僧进入藏经阁。藏经阁乃唐门重地，内门弟子都不敢想，你当有自知之明。唐僧只想领悟暗器更深层次的神妙，将唐门暗器发扬光大。若再心存妄念，我定当上报唐澜老太爷，将你逐出门墙。等等，别走，精彩剧情不够看，快扫这个二维码，高清人物壁纸，提前爆料的精彩剧情尽在斗罗大陆官方微信中，来吧，一起加入吧。
要加油啊！我不是在做梦吧？玄天跑步，唐三，你不妨大